Get it. Chatty. Goi, ai ta wan ne dong xin da ge zha an da ge he. A zai zu zu gan jia da ge ha, an ne jia xin ko. Lai zu da wan guo ga lo ha. Na ma da wan ne jian dou jin shu ya da ge zhe lai pa bian ha. A dan ji bei pa bian hong yong ai jiao de. Gui ji wa ga li bin jin dong, wa jin ni gong民进党是咱台湾人的救星，吼，会当赢得国民党。结果两千年迄阵，阿扁也选到总统，哦，大家心情敢那都拢放松落去。结果拢认为讲台湾人出头天啊，敢有？嗯，我嘛是安尼感觉，颠倒愈失落。过去习明德甲柯信良咧做党主席的时，嘛，我足失望的。我迄阵，我那阵等于无去参与民进党的活动。啊，拄我看到建国党成立，我直接就哦，这个目标明确，干那简单两字建国党吼、哦。啊，这无加入会艰苦，会困袂去吼。啊，所以我就直接就加入吧。哦，啊，我那迄阵干那交一万块。结果无两冬，民进党就甲咱渗透。啊，歹势，我接一下电话吼。喂。喂。啊，我上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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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迄个我关起来好啊。那么，民进党加入一千个党员，叫做建国党欢喜个，对不？但是，虽开临时会，哦，改选干部，我原底遐个建国党个遮元老煞用扫地出门，啊，建国党阵消防伊，哦，啊，这就是因为呐，建国党拢是一挂教授、医生、律师。法主啊，不是啦，讲了讲了，伤紧啦。好啊，结果这下拢较文心，啊，民进党遐拢较草莽。哦，所以你要跟伊斗争，咱咧苏文人拢也歹势啦。啊，阵抓几个工站上碰伊，上冲到阵消防伊哈，啊嘛较曲高和寡啦哈。啊，这题外话，今仔我要讲这台讲遐哈。啊，今仔就是讲要甲大家深深的抱歉，就讲那有交代无好势啦吼，都服务无好势吼，大家较迄个包含一下安吼。啊，我来进入这个正题哈。来，第一，咱先爱甲咱台湾目前主权的现状，台湾主权伫啥物人的手里，咱来先搞清楚。哦，我徛遮较袂甲因炸着吼。啊，第二个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这个迹象，甲伊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哈、哦？第三，台湾主体甲建国的模式，哦，有几种，咱大家来探讨。第四项，咱主体建国了后，咱来负啥物责任？啊，咱有啥物义务甲风险？第五个。2012年，吼，今年吼，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湾选总统，吼，咱来做一个检讨，吼。第六，上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有几种，吼，咱等下，那时间会有，我来做一家来讨，大家来探讨啦，吼。我来先看台湾主权地位的现况。咱台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天皇伫1945年8月15日投降了。麦帅在1945年9月7日亲自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跟缴械，哦，卸除武装。
啊，这是代表民军哈、啊，这个民军就是即马的目前的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就对了，的前身哈、啊。好，啊，伫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迄个中华民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打败，因规个大撤退，结果一般的撤退是拢难民，但是因是有武装的难民。哦、一般的难民拢爱去到别人的国家，要求人家庇护，拢爱较谦卑的。但是这群人来吼，作嚣掰，因为炸刀炸枪，哦，因是非法入侵。这个跟这个这个两个无同款啦，这是合法受到盟军的指挥来台湾的，但是这个是非法入侵，哦过来就是跳来讲，咱秘书长伫2006年10月24日，有带228个咱的本土台湾人去控告美国。哦，这个联邦地方法院伫2008年3月宣判台湾人无国籍。照讲，这个台湾人无国籍，这个宣判落，台湾爱大地动。但是咱的消息。无论是哪军的，还是日军的，拢甲咱暗砍，拢甲咱封锁，所以真少台湾人知影，所以也无造成啥物较大的涟漪吼。啊，台湾人啊，继续戆戆啊，一直过这个生活。吼、哦，台湾无国籍，这何等的天大地大代志？全世界这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内底，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国籍，这是基本的人权哈、哦。好，这个宣判了，讲咱了会当上诉，所以咱阁继续上诉到这个联邦的高等法院。那么高等法院伫2009年4月7日判决，追认这个，阁加一个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哦，就等于台湾人无政府就对了。即马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台湾民政府才是将来咱的政府，哈、哦。第三个，讲咱台湾人要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吼，这较基本的，咱跳过啦，吼。好，啊，伫这个法律攻防，伫法院咧攻防的是被告的律师，就是国务院派出来的这个 Patterson 哈，伊答辩讲，台湾的主权伫啥物人手里？美国无啦，吼，就是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的主权，要注意这个法律的主权。法理上，哦，其实今仔咱秘书长定强调讲，台湾这块土地是要日本天皇的。那么，既然是日本天皇的，所以法律上美国无嘛。但是台湾地即马迄个美国军事占领控制中，等于就是讲日本天皇甲台湾的所有权证。等于抵押伫美国的手里，吼、哦，但是并无过户，哦，等于，比如咱去甲银行借钱，咱是抵押呢，迄个土地嘛是要咱的，哦，同款这个意思哈、哦，大家来体会哈、哦、，OK， 好，啊，因为现在台湾是日本天皇，就是看这个，1945年4月7日，日本宪法，哦，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实行，哈、哦，啊，那时候1937年的时候就开始皇民化，内地一统，哈、哦，到台湾的清查、言语、生活习惯，拢由日本，跟日本内地同款。啊，佮四月七，在台湾开始征兵，啊，这就是有一个主权的象征，就是日本天皇对台湾有这个主权象征。啊，咱伫啊这边，咱就对天皇效忠，哈、哦，哦，啊，就是。当时也予咱有参政权，哦，台湾会当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哦，伫因个帝国迄个议会内底参政，哦，安尼就变成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拄啊，看迄阵马关条约本来有签一个即个辽东半岛嘛是要割让，但是因为德国甲苏联拢。抗议吼，三国抗议啊，所以尾啊，佮辽东半岛另外签一个合约，叫做辽南非迄个合约。辽等于辽
奉天返还，后中汉字的有写奉天返还协定的对哈。啊，因为迄个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爱搁行人，迄袂当割让哈。像割让的所在拢是殖民地哈。好嘞，啊，蒋介石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际委任的关系尔哈。过来就讲，咱去年12月20日，有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参拜39100的英灵。是安怎？日本还佫有咱台湾人的英灵，伫东京的靖国神社，咧予日本人咧祭拜，代表甚物意思？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韩国嘛有真济替天皇牺牲的军人，伊嘛。系伫个靖国神社，但是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韩国独立，韩国人就甲因个靖国神社遐个韩国个英灵请转去。啊，是安怎？咱无请转，就是咱台湾也毋是一个国家，咱也无为日本母国独立出来，吼、哦。所以遐个台湾英灵也阁供奉伫日本东京个靖国神社。代表台湾这块地还有日本的、哦、日本天皇的、哦、所以我们的军事的国际地位就是日属天皇所属美国军事占领流亡中华民国政府代理占领、哦、好再来我们来说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这个法理以及它的迹象很多人都说我也没看到美军、哦台湾哪有美军占领？所以真济拢错误的思想，拢一定爱眼见为凭，其实唔是哦，吼。啊，咱为遮个迹象吼，我大概有列21个款。啊，咱大家注意就是讲，这21个，你起码爱甲熟记5个，吼。啊，差不多有10个是较熟悉，想着讲会出来安尼吼。你若拄着朋友，你咧堪咪讲这个？台湾有美军占领，伊来咧看你乌乌将，你用这迹象吼，甲法律依据来看你解释。OK， 这个就头拄讲的一般命令吼，这个美国签署啊，吼拜克阿瑟咧发布哈，正本号天皇哈，这是命令。你注意讲命令蒋介石怎样命令？因为麦克阿瑟迄阵是盟军的总司令，那么蒋介石只是中国。建库的元帅、哦、所以、啊、日本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嘛、哦、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跟台湾的征服者啊，他是征服者，所以有权利的分配说民军你对一个国家去占领什么地方、哦、譬如说苏联就去占领 韩国的这个北纬38度以北、哦、包括东北地区，那么蒋介石就又分配迄个越南的北越，哦，16度线以北，啊、哦，包括台湾甲澎湖，哦，这是就是美国咧分配，因为伊是主要的占领全国，所以伊有资格，哦，会当分配讲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代替伊去占领呢，哈、哦。好，后来上重要的这个国际合约，这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把这个签署的文件送回他们的国会有批准，有另外3个国家他们的国会没批准、哦 OK 啊、所以这个1952年的4月2日被生效了，那里面的条文第2条 B 叫日本放弃台湾跟朋友，这个日本是已经日本宪法以后修改过以后的那个小日本、哦、就是日本政府、哦、较小啦、哦、这个日本根本，伊所谓放弃台湾跟澎湖，其实伊落地啊，并无澎湖甲台湾的主权，所以伊是任空落地啊，讲我放弃。其实天皇敢放弃，天皇也无讲放弃啊，哈。好，第23条 A 确认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哈、哦，包括对日属的台湾。嘛是主要占领全国，吼，因为迄个时阵，咱台湾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吼，诶领土嘛，吼 ，OK， 好，
啊，对日本这个合约的签订、拟定，以及跟迄五十一个国家的同盟国的协商，拢是杜勒斯这个国务卿哈，这个尾也做到国务卿哈，伊咧主导甲分配，啊，这是受美国总统所聘任的，哈，所委任的 ，OK。好，过来，1979年一月初，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吼，啊，这个断交了，这个麦克阿瑟这个第一号命令说等十日，做台湾敢那阵变也无人管哟吼，啊，所以美国伊个国会赶紧去立一个法，叫做《台湾管理法》，伫1979年的4月7日订立，追溯到1979年的1月7日，安尼才会当跟迄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连结条嘞吼。无缝接轨哈。那么这个台湾管理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以这个位阶跟宪法并关。那么美国是依据旧金山合约，依靠迄个权利甲这个义务来订立，为了要保护台湾嘛哈。啊，咱刚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无嘛哈？啊，因嘛是。他在四大五强啊，讲什么中美英法苏拢是世界五大强国，啊，那也干呐？美国有法度订立台湾关系法，表示伊对台湾有管辖权哈，无主权，但是有管辖权。OK， 好来，台湾管理法的内容内底第二条 B 六甲 C 的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甲人权。甲经济制度的安定、哦、稳定，这是主要占领全国伊的义务，伊也来甲咱保护，袂使受着即个经济制度甲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受着损害，吼、哦，啊，这里、个、吼、哦，啊，这就是安那，1996年台海危机就是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总统的时阵，吼、哦，阿强阿咧支持飞弹咧恐吓台湾。美国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来保护台湾。哦，伊就是依据顶完这个台湾管理法所赋予的，哦，这个权利和加义务。啊、哦，诶，这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诶，这开足侪钱呢？而且唔是出来郊游旅行哈，讲、哦、坐迄个什么丽晶豪华游轮哈，这唔是食饱新闻哈，这是。美国克林顿总统迄阵是依据台湾关系法，依靠这个权力来派兵。好、哦，美国的迄个国会嘛，常常搞不清楚状况，咧咨询克林顿讲，请问克林顿总统，你是收了中华民国偌济好处？啊，你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我遐开介济钱呢？美国克林顿总统甲讲，那是我们的军事占领的领土。啊，大家较恍然大悟。好，过来1982年，这个要签八一七公报进行，迄阵蒋经国还佫还袂过往，迄阵有风声讲美国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佫签一个公约哈，或者联合公报，迄阵大家足烦恼的，讲可能台湾会向出卖伊哈，台湾的这个。安全会受到影响，所以足侪台侨哦，包括中华民国的官员，拢一直向美国咧游说哦，爱请美国总统雷根总统爱对台湾爱有一个新战喊话，有一个保障啊，对。所以雷根总统就对台湾有一个六大保证哈、哦。那么全世界刚好另外一个国家对咱讲，像法国对台湾有什么保证？无嘛哈。哦英国嘛无，啊，啊，伊六大保证是啥子？雷根总统讲，美国无意对台湾军售设下截止日期，啊，都我要卖你武器，无限时间的啦，啊。第二个，美国未就台湾对台的军售的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哦，来参详的对啊。免经过阿强的同意就对了。来第三，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下
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吼、哦、军售哈、哦。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哈、哦，这个位阶等同宪法哈、哦，要修正无遐简单，哈、哦，迄种足严谨，因为订立条约时都拢每一字每一字拢有好啊研究过啊，哈、哦。第五，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障碍，吼、哦，美国未施压力，予台湾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哦。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吼、哦，伊连伊的主张伊都无要甲承认，吼、哦。OK， 啊，就是雷根为着要安搭蒋介石和蒋经国。啊、包括伫住伫台湾顶完遮 ，the people on 台湾遮台湾人所讲的这个六大保证，这等于一个新战喊话啦吼，咧安大人心的 ，OK。好，啊，这个2004年的10月24日，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去北京访问，啊，记者甲问台湾的地位，结果伊讲，台湾唔是国家，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吼、哦。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台湾是美国的境外的国内，我觉得有点奇怪了哈。台湾是伫美国的境外，啊，不过伊阁设立台湾管制法来甲你管，你要创啥要公投，就甲你反对啊。台湾管内是国内法嘛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地理权，但是即马由台湾地理当局代理中，伊即马拢无咧讲中华民国。美国的国务院通令驻外使馆拢袂使阁用中华民国，干来当用台湾地理当台湾 authority 啊、哦。那么，真个咧管台湾这个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其实挂号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应该是安尼写，大家较知影啦，哈。好，啊，其实美国伊是一个中间人，伊拢比后壁咧操控。中华民国是美国的布袋戏人啊，吼、哦，伊拢比后壁哈。台湾当局所选出来总统，不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来办代志。好、哦，你看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啊！你这袂当着，你那袂当着，啊！你这也当着，什么都是美国说了算。好、哦，后来2005年5月20日，阿扁也要就职，伊去哩吼，讲四不一没有，哦，这个受了美国控制嘛，哈、哦。迄阵阮外欢喜看阿扁就职典礼吼，足、哦、期待，去哩听伊讲四不一没有，我阵倒将呀。全世界对一个国家的总统起立，大家拢嘛咧讲伊的愿景，我要创啥？我要创啥？我要创啥？我要做甲偌好偌好？有一个愿景讲予大家听，予大家有希望。伊起立讲，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啊，专你要创啥？哦，这足荒谬的哈、哦！啊，这就因为受到美国的操控，因为中华民国总统是美国的布袋戏人安尼嘛。哦，伊讲未宣布台湾独立，啊，遐独派咪笑诶，遐加得较早甲你注意一下画派诶啦吼、哦，台湾台独联盟诶，吼、哦，遮独派诶，啊，阮遮拢笑诶，哦，两国论不露馅，啊，早阿辉啊早起着1996年着讲两国论啊嘛吼、哦，不举行统独公投。啊，这个上反对的迄个拄啊蔡东阳，迄、那个公投先生哈、哦。好来，第四个不变更国号，我阿恁无一直拢中华民国迄个无啊拢甲咱低调调，咱拢无多出头天哈、哦。第五个没有废除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阿无继续要统一，啊、哦。啊，这完全跟咱对阿扁的迄个期待完全。180度了哈、哦，所以予咱足失望的。好来，美国核电的意义哈、
那当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拢爱接美国的贺电来承认的，对吧？这拄啊像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个，哦，和蒋介石迄个一脉相承的这个作用的，对吧？哦，你记2004年三月十九阿扁也掉钱，三月二十继续选阿扁也两万几票赢，吼、哦，迄哪赢？去霸占凯道有无？遐人几礼拜，迄阵大家咧等待美国的贺电，迄、那个心情，我想大家拢还阁心内还阁该记忆犹新呐，吼、哦。迄个时阵，大家心内足动荡的。美国贺电一直拢无来，拖尾一礼拜，阿扁也挡袂掉，派伊个幕僚去甲迄阵的夏新哦 ，AIT 的这个夏新甲要求讲，请伊甲美国白宫讨贺电哦。啊，夏新就安那，甲这个消息传登予美国国务院哈、哦。国务院那边回答的消息讲，只要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当选会甲迄、那个。当选的迄个证书，甲打起嚟，你翕相传过来，半点钟内我贺电睡觉。哦，所以迄阵就哪样甲另外伫啊伫中选的话，一个要打，一个唔好打，带咧 QQ 六六有无？安尼带打起嚟吼，啪啪啪紧翕着，都向水拆掉去啊，拆破去啊。结果迄张相片嘛是传登的，美国半点钟内贺电就到啊，甲你承认阿扁啊，啊你是我台湾的总督，哦继续管台湾，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啊、再来 ，AIT 即马有起新的，因的会馆哦，这代表啥物意思 ？AIT 这个会馆占地甲要20000坪，差不多七家地哦，花费美金1亿5000万，但是我即马听讲已经追加预算到台币，敢那讲差不多60亿啦，哈、哦。听讲这个地下三楼会当防核弹的攻击，哈、哦，这个地下碉碉堡，伊这租期，伊家阿扁啊，迄阵咧做。台北市长迄阵就租啊，啊，伊租的签约对象是迄个福尔摩沙基金会，甲阿扁也租啊，租期是99年加99年，哦，甲变200年，啊，这都等于永久啊啦吼，啊，这有要进正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哦，800个，伊边有去迄个宿舍哈。啊、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迄个建设。其实这个嘛是一个，东亚的一个电站指挥中心的对吧？吼、哦。好来，这个阿扁在2004年1月16日宣布要举行防疫新的公投。啊，这个防疫新的公投的内容，要事先送去给美国看过，看若无问题，你才会当发布，才会当举办。啊，是安怎？免予英国、法国，还是迄落俄罗斯看？单单就爱予美国看，表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哈、哦，蒋介石，你敢捌看伊穿西装？哦，伊伫重要的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哦，伊家己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啊，所以。咱要看伊穿西装有两届，啊三摆啦，应该是第一届就是伊带宋美龄，第二届就是伊去韩国访问。伊出台湾出去，伊都毋是台湾的君主占领者吼，伊、哦、出去就穿西装。伊去访问菲律宾嘛是穿西装，啊、哦，到台湾伊不穿西装啦哈、哦。OK， 好来，啊咱来看这个美国伫一寡。地方所设的军事基地啦，哈，比如讲，伫菲律宾有设一个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甲一个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啊，过来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有一个普天间基地，古巴有一个宽达纳摩湾基地，啊、来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以上者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好、哦，所设的军事基地，你注意甲看。这种菲律宾就是菲律宾甲古巴，迄是伫这个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所割让、所放弃出来的哈、哦。那么台湾甲琉球是日本跟美国太平洋战争所放弃的哈、哦。OK， 好，这个委任占领授权书就是
一九七九年进前，美国要承认流亡中华民国，哦，迄阵还袂断交，但是只要跟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不，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制定关的台湾关的法来代替，本质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这个授权书，啊、哦，啊，这改称台湾治理当局，哈、哦，拄好我讲台湾 authority 哈、哦，叫做流亡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咧统治台湾，哈、哦，无论你是阿扁啊，两千年选到，两千零四年选到，这八年，嘛是伫流亡政府的下骹的体制下，阿扁啊嘛是爱向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宣誓，哈、哦。咱所选的迄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唔是台湾总统，哈、啊，这个爱大家爱分清楚，哈、哦。啊，咱林秘书长这个控告美国这个案件吼，这个意涵大家来探讨看卖。两千零六年十月二吼，林秘书长带218名的本土台湾人，向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联欢迎提告，这个美国政府，伊这个暗号吼，是这个吼，伊这个目标就是用。台湾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的保护，这个诉求来做这个案、啊，这个案的诉求了哈。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在阮两千迄阵，康秘书长因在迄个时阵送件了，美国收件，干那收件咱就赢，无论拍输拍赢，咱就赢，是嘛？代表美国对台湾，美国的法院、联邦法院对台湾有。哦、法律管辖权，好、哦，伊若无法律管辖权，哈、哦，伊何必甲你收件？啊，无你送去英国、送去俄罗斯，看伊要甲你收件无？哦，对不对？表示讲咱家是一贯的，伊的法治会当、来到台湾，哈、哦、，OK。为什么只向美国提告的这个原因？哈、哦、，OK。好，啊，你看台湾有人。美军就来支援啊！两千零九年八月七八，这个莫拉克风灾啊，伫国民地区三天内落2000mm，到尾一年的量拢落完了哈、啊。美国通令各驻外使馆袂当接受国外救援哦，伊讲恁人免来，但是钱来无要紧，即组人都拢爱钱尔呢。哦，有意思要让中国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救灾，要入来就对吧？美国嘛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美国在台湾有差不多2000名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资讯的哈。伊随得到这个消息，随向美国报告哈、哦。美国随国务院随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哦，迄阵有迄个大力士，啥物 C-130的运输机啊，哈，搁一个查某的飞行员咧开来台南机场嘛，哈、哦。那么国务院不国防部，甲台湾地理当局讲，恁台湾发生水灾、哦洪灾，我美国的国防部要去甲你救援，你台湾跟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那也是国防部。一般美国要对全世界受难的国家要救援，美国有一个美国国家救难总署，一般拢是这个单位出面。那也即个台湾的八八风灾是国防部在主导，因为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以用国防部来咧处理哈。这印证美国。仍旧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台湾的主要君主占领全国，哦，其他拢次要的。哦，你讲英国啦、法国、哦、中国，迄拢是次要的占领全国。哈、哦，今年的5月20日，马皇要就职啦，哈、哦，一般要去甲祝贺。伊在伊咧典礼，敢是10点开始嘛吼，
但是你注意看看，伊美国是坐军机派代表，佮坐军机来哦。一般咱每工祝贺拢嘛坐专机啊，是民航机，结果伊才坐军机来。军机敢袂当随随便便出入人个国家？大家想看卖？军机敢若侵入领空，就要佮伊拍落来。进前土耳其一架战斗机误闯甚物叙利亚，还是对了领空就用拍落来，对不？啊，军机敢会当轻彩彩就入来？而且哦，美国派的这个众议院的这個、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罗斯雷廷纳吼，这个共和党籍的，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的登基典礼，结果伊是伫下午，啊，典礼就结束啊。其实就你个糟蹋啦，无啥爱个祝贺啊，但是无来个，敢那歹势安尼吼，做一个样啊，啊其实内容无实就对啦吼。啊，你看美国是安那只摇摆，伊根本看你这個台湾伫你当局个这个头，啊，你都我的下属嘛，我唔卡是，我美国卡是头家嘛。啊，去年的三月十一，日本这个核灾有啊。美国伫三月十八撤侨来台，迄阵上惊死的就中国，哦，因上大声撤侨，因这中国人咧走拢比人较紧啊，拢拍输走赢，哦，伊就先撤回因中国，法国撤回欧洲，啊，一部分是讲撤回韩国哈、啊。那么，只要那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伊个美属的关岛，啊，是这个伊个夏威夷。咱来撤回台湾来，还佫在桃园的机场，因自设海关，吼、哦，海关代表啥意思？而且 AIT 另外，伊 AIT 前一天宣布停止所有美签的这个业务，派 AIT 的这些人员去机场，吼、哦、来接受因这个因美侨入境的这个证件的审核，吼、哦，啊，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海关靠边站，海关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你若有国家主权，你唔靠海关，吼、哦？啊，结果美国家己来的是伊家己设海关，表示伊对台湾有主权嘛？那么你中华民国所谓当设海关，是美国授权予你设的嘛？吼、哦？啊，无，咱来。其他国家甲设海关，看人要互你设无？来新加坡啦，讲新加坡跟咱关系袂歹，无你甲设海关设看卖，看新加坡要互你设无？好，好，OK。哦，伊是依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美国是对啊占领全国，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那讲较简单来讲，美国有五十州。啊，咱得定假设啦，当作美国的好野人啊，伊有五十一间别种啦，啊，都要来即个就近要来对一个所在避难吼，啊，拄啊台湾即间较近啦，哦，安尼可能大家就较好了解啦，吼、哦。好，哦，台湾是美国的国内法，伊进行订立佮并实施，拢毋免甲咱台湾人参详咧，你看。进行订立并实施，哇！啊，台湾人真正是拢无自主的余地，连讲一句话都无。人伊设好啊，发布实施啊，人家知影讲有这件代志啊。哦，啊，这是无多，因为咱是被占领方，美国是占领方，这个上下位阶咱无多。哦，比占领者咱本来就爱较谦卑啦，吼、哦，这无多，咱的保国。咱迄阵的科技较输，不要先发明氢弹，伊个原子弹都来互咱拍败啊！吼。啊，是安那美国会当设海关，互我头头讲的，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吼。日本政府的海关拄着握有，啊，你注意握有不等于拥有吼，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就是我头头讲的，日本天皇的所台湾的所有权，从迄个美国。摕伫手里，握有不代表拥有，因为无过户。哦，就敢若讲，你看你路人人的情侣，查甫牵手啊，手握有不代表拥有，
伊不一定要嫁你哦，吼、哦，吼、哦，搞破人又安尼交三个，我哪里选呢？我、哦、看是美国较好，还是日本较好，还是中国较好？吼、哦，吼、哦，这个拄到这个美国哈、哦，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哈、哦，所以中华民国海关爱虾米边啊？因为伊对伊个头家伊无管辖权嘛哈、哦，所以。啊，美国的这个主人什么时阵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哈，伊无法度过问啊。啊，伊只狗咧，甲咱过门啊，咱回来到住所时啊，咱就开门就要入去啊。咁就去甲问讲，诶，狗啊，我爱要我入去无？唔免嘛哈。好，2008年诶，玉山的四号正经病退了。阿扁啊，迄阵邀请阿麦红酒哈，迄阵。要邀请伊做伙来参与这件玉山兵推哈，马英九拒绝了。但是 AIT 这个处长杨淑丽，跟美国的军官、美军官员，注意，这已经坐这个咱的云宝甲车哈，那边横山指挥所去观察，以及去视察，以及上级单位来看你做了有好无啊？这个一挂兵推哈，迄种军基金。迄、那个机密的军事推演，敢袂当随便让人参观、哦，而且是军官，啊、哦，这个官员，美军的官员，哦、所以这一般的人可能袂想到这啦、哦，其实这就真重大意义，台湾的军事拢要美国咧掌控，哦，好啊。南太平洋这个嘛，南海这个太平岛，刘鹏诶，这个立委哈、哦，中华民国立委有提议要求海军陆战队重返并恢复装置海虫束飞弹，但是迄个 AIT 出面制止，就作罢。AIT 啥物 ？AIT 呐，论今目前表面上看，伊是一个民间单位呢。哦，敢那像这个海基会、哦海协会这款呢，也改革了呢。但是伊都有在条，敢那这么小的一个单位，都会当叫中华民国的公部讲你袂使搞啊，海军陆战队正规军搞啊重返。进目前是迄个海巡署派人伫遐咧驻防，哈、哦，唔是正规军啦，哈、哦。Okay. 好，而且。为去年六月三十开始，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各式军事武器。好、哦，你甲看，这今年的四月份，哦，汉光28号演习，你注意看，因这国会拢涂拢掉呀。哦，啊，美国讲的，美国国务院甲你讲的，恐怖组织的三大要件，第一，唔是国家，哦，宾拉登唔是国家哈、哦。第二。有武器，兵啊当嘛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兵啊当四界用伊个伊斯兰迄个回教的思想去吸引人来参加伊个恐怖组织，吼、哦。所以这三个是美国定义下的这个恐怖组织。而、哦、中华民国，美国的国务卿讲的，鲍威尔讲的，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这中华民国武器，这武器佫拢全是美国卖咱的，卖中华民国啦。哦，啊，伊佫甲咱征兵，咱互占领，着佫去替伊做兵。哦，迄阵我若讲较巧的，伊若我迄阵我若讲呢，我甲阮一挂朋友讲，迄阵还佫咧讲反攻大陆，讲伊若发武器互我吼，啊若讲要反攻大陆吼，啊枪喷互我，枪支喷互我吼，我过来我先甲指挥官。先扣落来，先拍好对吧？因为我拍鸟足准的，歹势，迄足久啊啦吼，迄阵还无动物保护法。哎、欸，我迄阵我14、15岁啊吼，阮大哥有买一支空气枪，啊，我就甲头家去拍，啊，看连甲，我迄鸟拢一毛就载落来，啊，拍到我那迄支枪安尼喊起来吼，行出去，鸟我看到我拢飞走。哦，我想讲啊，伊咧讲啊，这是撒尿恶魔。啊，拍到无鸟，拍我着
我有种金蕉嘛，我金蕉哈，我就泡一空，啊，即马佫上一空拍嘛，佫一空，安尼有准无？照一空佫拍出去，啊，无聊啊，无啊，即马有山啊，山啊，迄个地头啊，袂超过两月，绝对规拍落落来。迄山啊，迄地头啊，写个也像香安尼嘛。一门拍若无规落落，起码起一卡，第二门落一定落来，哦，臭屁啊 ，OK， 好，啊，即你看。在台湾跟我们征兵，中华民国刚好符合这个恐怖组织的三要件、啊、你看这国会都这插卡都看不到、啊、这个国会在这、啊、台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啊、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其实就是君主占领区，啊，因为伊特别独立一个区域，以及军事管制，唔是一般的迄、那个，吼、哦。好、哦，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伊三权分立，吼、哦，所以一切拢依法行事。美国总统嘛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啊，唔敢随便违反哈。啊，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实的地位，哈、啊，都干那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因为咱受国民党的这个政治思想的洗脑，佮包括伊用各种的媒体的解说权，哈、啊，来甲咱蒙骗哈、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军事管辖台湾、啊、美军从无离开台湾、啊、一直在占领中。美军作的设备也伫台湾，遐设备拢，迄、那个较精密的遐设备拢是美军亲自咧操作，只是伊无穿军服，伊拢穿便服，哦、啊，差伫安尼呢。所以你无看到军服，你就无感觉讲美军伫台湾，哈、啊。好。啊，另外来看这个台湾主体建国的模式的探讨哈、啊。美国甲西班牙伫1898年四月二五宣战，但是无外久西班牙就战输，所以因伫1898年这个12月7日签订这个巴黎合约。这个合约内底内容就是讲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这跟台湾同款。旧金山合约嘛，就讲。放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啊，啊，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美国，因为这拢是迄个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哦、啊。这唔是，这拢唔是菲律宾，拢唔是西班牙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啊，美国伫1902年5月20日协助古巴和古巴独立。那么，咱来比较古巴甲台湾，哈、哦，来比较看卖。第一个，拢是因为合约互放杀，好、哦，结果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地位未定。哦、啊，这原因是啥？因为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哦、所以因伫这个弄殖民地会将独立、哦。那么台湾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不能独立、哦、也不能割让。好了，咱来讲到菲律宾的建国模式。美国在巴黎合约为西班牙手里摕到菲律宾、哦、啊，因为菲律宾因冇废独，哦，就像咱即马咧讲的台独，因冇反抗军咧拍游击战，啊，因为菲律宾有2000几个岛，那么。伊若去骚扰美军，啪啪就走，啊！美军去弱，伊就搁为这个岛走过迄个岛，好啊！弱来弱去，弱到美军安尼头壳咧烧，后尾啊，美国准要求菲律宾的反对党的这个领袖出来协商，讲美国同意讲，搁和美国关10年哈，的自治期哈，啊，和菲律宾独立，啊，结果这中间煞就军去攻陷马尼拉加。归菲律宾占领哈，啊，所以迄个麦克阿瑟上大的耻辱就是
伊一生上大的耻辱就是，伊做菲律宾的总司令，结果迄个为台湾派去的飞行机吼，甲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机拢歼灭吼。啊，那么差不多三个月，规个菲律宾都迄个日军甲歼灭，啊，所以伊甲菲律宾的总统做诶撤退吼，即尼米兹上将派来即军舰撤退去澳洲，哦，这是伊上大的耻辱啊。所以伊安尼拷问台湾人，所以伊报一个参了阮派迄个臭头啊蒋介石来管咱台湾，啊，这就是阮是为只崛起的啦吼。啊，台湾人阵为只开始受苦受难吼。1945年到的初期，日本签署投降书，啊，美国就予伊伫1947年7月初期，予菲律宾成功独立。啊，注意看哦，7月初期，啥物日子？嘛是美国的国庆日。好，啊，即马讲倒转来，讲咱台湾民政府，美国替咱设，伫咧美国的华盛顿特区设办事处，设立迄个嘛是7月初期，哦，即、這个日期有真大的意涵伫内底吼。啊，而且你搁看，九月初八搁替咱伫美国华盛顿特区。办酒会，成立酒会，哈、哦，九月七八三月日，就是旧金山合约签署日。OK， 来，咱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波罗的海三角国，这个立陶宛伫第二次战后，随因拄啊活伫苏联的边啊，所以随迄个苏联甲并吞。1990年的3月10日，因民间议会，吼、哦，迄因的立陶宛民间的吼、哦，立陶宛嘛，迄个苏联甲军事占领嘛，吼、哦，啊，伊民间议会宣布独立，但是这个宣布独立吼，无、哦、几个国家甲承认，因为大家拢咧管我，啊，那你唔知算真啊算假，吼、哦，那1991年的9月7日就完成独立啦，吼，啊，这是啥物原因？就是讲，因迄阵苏联啦，吼、哦，伊嘛是办迄个选举。但是立陶宛的人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好、哦，啊，伊的投票率低50%，啊，所以国际都无承认苏联对迄个立陶宛的合法统治性，啊、哦，啊，这就是，啊，所以立陶宛伊家己办，家己办选举，哦，迄选举率都拢80%-90%去哩，啊，所以因。在这个91年的9月7日完成独立，哈、哦，啊，而且是苏联率先甲承认，哈、哦，啊，这个立陶宛，伊利用选举和投票率低于50%来凸显这个军政府的非法的统治性，哈、哦，啊，这就是结果咱台湾吼、哦，流亡中华民国这个选举吼，吼、哦，伊拢甲你吵讲，哦，秒啊秒啊，差不多差3%的来回尔。哦，台湾人原来紧张，惊输咧。哦，下死命参加去投票，投票率拢冲到要80%，拢75%-80%这个范围。啊，全世界咧看中华民国这个选举，伊看的就是讲，啊，遐受统治遐台湾人嘛，足热烈参与，啊，佫拢投票689万，过半数拢要统一人，拢要让中华民国继续管，甚至以后要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的。啊，因的看法是安尼呢？啊，咱台湾人是咧自作孽呢，咱咧帮忙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延续的生命呢。投票率80%，要80%，全世界咧看讲，恁家己欢喜甘愿的要予管呢。好 ，OK。啊，请问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上惊啥？其实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投票率呐低50%，中华民国这个。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吼，都无正当性去带台湾啦，哈。OK， 来看琉球返还模式啊。琉球伫1952年的2月29日成立琉球民政府，因这个民政府嘛就行政、立法、司法拢有。有呐，伫一个君主占领的所，被人君主占领的所在，迄、那个君主政府拢爱替当地来设立一个因当地人民所组成的民政府。来管因家己，因为美军是讲英语的，琉球人讲日语，
这语言不通，很难管理的，美军要管理哦，你只交通指挥哦，就飞不住了。哦，日本拢走行倒边的，美国拢行正边的。哦，所以一定要先伫当地成立当地民政府，互因家己管家己，较好沟通吼，嘛较好管理。那么伊所立法的吼，琉球民政府的立法单位国会因所立的法，爱去送予美国军政府看过、审核过，若无妨碍着美国的利益，伊就互你实施。啊，伊若半中途认为讲无好，随时会当甲你制止，讲这条法律取消。哦，因为美国军政府他有最高的迄个领导高层，哈、哦。好啦，你来看，1948年到1958年，因琉球唔是用日币啊，哦，因是用美巡金票，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改用美金，哈、哦。好，伫1972年返还日本之前，琉球人买去日本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迄个时阵琉球等于是日本的境外啊，国外，所以要摕美国军政府下骹所属的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会当出琉球迄个地区。哦，因等于日本的东京也是台办，等于琉球人咧出国安尼，所以要摕旅行证件哈，等于 passport 哈。啊，这就是琉球迄、那个琉球的旅行证明书哈、啊，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哈，啊、美国合法的哈、啊、，OK， 好。1972年的6月10日是美国跟日本签订一个琉球返还协定，这个琉球返还协定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在协商，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讲。请问我日本政府要赔偿你偌济？你可要甲琉球还予我日本？美国甲开价$320,000，啊，所以付这条钱啊，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遵照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哦，美国尼克森的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啊，属南洋岛。哦，北边有一个北海道，啊，南边这个琉球叫南洋岛。爱注意哦。没有举办公投，真济文章、真济五个拢讲有办公投，没有公投哈。君主政府无咧搞公投的哈。好，啊，这60几年来，伫中华民国的这党国教育之下，介济台湾人拢向教育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哈。啊，如果咱啊怣怣啊，伫迄个时阵进前啊边啊咧。主政在公投，如果成功，哦，啊，变成通牌的台湾，那迄个时阵，那像讲2008年，谢长廷迄个那做办公投，嘛是输，啊是即个跟小英做个选总统，咱也当作公投，咱拢输呢。哦，啊那输完了，国际上这是合法的呢，公投这是一个嘛是一个人权，哈，啊这有可能讲迄个时阵，你已经。独立吧，嘛，迄个通牌，恁讲要用通啊？哦，啊，迄阵美日就足歹插手啊，因为恁家己欢喜，官员要跟阿强啊通做伙啊，哦，啊，这个时阵咱台湾就沦入用是浩劫哈。啊，咱若家己建国了，咱爱负啥物风险？哦，第台湾人就爱家己纳税，纳这税来。买武器来做兵，来保卫咱台湾。啊，伫还袂入去联合国之前，咱爱独立防止中国武力的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理、无义务出兵干涉，因为迄个干涉的兵干涉内人的内政、人的内战啦，哈。OK， 哦，啊，咱即摆来用当地文独立建国来做咧，哦，当地文一直差袂独立建国。哦，当地文拄啊，伫这印尼啊，南平遮有一个当地文哈，这个哦，啊，咱注意甲看，伊伫1979年10月2日，因为葡萄牙哈宣布独立，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
哦，听起来足好诶吼，民主共和国。但是到刚后，随后印尼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诶，即个七月，变成印尼诶一省，叫做东帝汶省。伫即个之后诶，即个二十年，统独抗争，要死要十万至二十五万，吼、哦。啊，这是维基百科内底诶资料。好，那么1999年诶8月30日，伫联合国诶即个监督之下，啊、哦，举行。因为当地文的公民投票，哦，绝大多数的这个当地文的人投票，拢同意为印尼独立出来，哦，所以有独立成功，安有成功嘛，哈、哦，啊，成功的结果咱来看，哈、哦，伫公投9月下旬的差不多一个月时间，8月30日通过啊嘛，哈、哦，九月下旬都不到一个月哈、哦，印尼已经杀了1400人的当地文的人。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基础建设，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依然是世界最散吃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援助，大家考虑看卖，这款的独立的结果，咱家敢要爱滴？好，好，好，啊，咱就来看这个。一线之隔，新墨西哥州这个红红的咧，跟墨西哥国下卡这个灰色的这个墨西哥国来做比较，这个美国是较富裕啊，这个新墨西哥算较幸运，许美国军事占领。但是你即马甲看，这个边界下卡这人一直往上。甲一个人拢要偷渡入去这个国家，代表什么意思？下骹这个生活水准较困难，顶悬这生活水准较悬。好、哦，来，啊，咱即马比较这两个，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就足少听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啊，台海一海之隔，共军占领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啊，比较看卖。虽然咱是还阁隔一层被代理占领，但是起码咱家还阁有一点自由，吼、哦。好，啊，咱即马来探讨用台湾的名义入联，甲用中华民国要反联来分析啦，吼、哦。啊，来先讲这个用台湾的名来申请入联，要入去联合国，是用国家做基本单位，哈、哦。啊，过来，咱台湾，咱来探讨，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唔是嘛，因为咱的主权伫日本天皇，哦，法律上是伫日本天皇的手里，目前握在美国。军事占领的手中，哈，所以咱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做啥拢爱阁看顶悬诶人诶头目色啊，哈。好，啊，这是哦，你咱知影啦，哈，日属美战 ，OK， 哦，所以台湾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唔是国家，哈。啊，咱台湾若要建国，有五个步骤，咱即个爱照步来，照国际法，哦，唔是用家己想诶，家己对安尼无。无跟国际接轨，哈、哦，比如讲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拢安尼，哈、哦，敢那差一个左字甲右字安尼俩，其他红灯停止，绿灯可以通行，哈、哦。啊，咱来照这个国际规则来了，哈、哦，来一步一步，啊，这个来大家来看 ，USMG 就是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军事政府爱击败台湾，终结国民党的政权。伊亲自入来占领台湾，然后予咱台湾民政府驻地，哦，啊了，台湾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呐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哦了，咱已经等于日本无国安，美国的军事占领已经无啊，咱已经跟琉球同款，等于到日本的母国内底，以后还佫请咱的母国
因的国会爱制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吼、哦，安尼咱台湾才有一个公道，诶，这个法源来做公道来决定咱台湾未来是要继续伫大日本帝国的体制内呢，还是台湾要家己独立自主哈、哦，做一个国家，哦，这以后较会当公道，爱经过即几个程序，一二三四五，哈、哦，爱照无来，咱即马拢一声到，为台湾就要甲跳来到要公道啊，中间拢无要共管，因为咱台湾就是咱日本跟美国修建，美军嘛做一无人机，许咱的日本军甲拍灾了，防空母舰许神风特工队甲轰沉落，啊嘛死足的美军啊，吼、哦。那么这战争你若战输拢爱割地赔款，那么台湾就是割地啊，但是因为又割不出去，所以只好用放弃的按、啊、美军占领抵押品，台湾是抵押品，琉球也是抵押品，琉球因为已经付了3亿2000万已经付清了，收款人退回来，台湾还没这个程序还没做、哦、所以我们还在行这个战争战。来，咱就来讨论中华民国的名义变啊，重返联合国。咱头拄啊，迄个是入联，就是新的会员国。但是你唔是一个国家，无可能用新的会员国入面哈。啊，这是旧的，这中华民国原来就伫这个联合国内底诶常任理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伊伫1971年十月二五，迄个联合国的 UN 2758号决议文，吼、哦、用读出来，啊这。怪比文的意涵是啥？其实伊是干呐驱逐蒋介石的代表，离开联合国的各个组织部门。哦、那么连中华民国刚好又踏出去无呢？中华民国迄、那个名牌要底下呢？迄、那个椅啊、桌啊拢要有哦。哦，联合伫联合国迄个中华民国桌啊啦，伊的名牌拢要底的哦，椅啊拢要底的哦。只是这个也换人坐咧坐啦，啊，什么人咧坐？就是毛泽东的代表。啊，所以中华民国要伫联合国内底吼，大家毛袂记哦。啊，那嘛毛有的人讲，有的台湾人戆戆拢讲，啊，咱1971年退出联合国，讲咱台湾退出联合国，咱台湾都拢将来无加入联合国，要安怎退出来？吼、哦，就跟他讲。啊！我从来拢无走入迄个房间里面。啊！你甲我讲，你看到我为啥走出来？你看到鬼咧？哦，讲这個意思哈。哦，所以即马迄个中华民国迄个桌啊椅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毛泽东的代表底下坐。好、哦，所以你即马讲中华民要用中华民国的名，要搁入去，要搁入去抢迄个位哦。啊，就要相拍，要战争。哦，除非你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拍赢，你阁返去南京，成立你的中华民国政府，安尼迄个位有可能你会坐得到，啊，那无可能哈、哦。好，啊，伫国际法的规范内底定义，中华民国伫1949年已经亡国啊，吼、哦，无法度阁代表中国。OK， 啊，所以这两个情形，台湾入联。这是用一个新的国家，咱是要拿一条新的椅子和一条桌子坐在一边，咱没要把他抢那个位，但是因为咱的身份不对，因为咱要不是国家，就像说你把一只狗，你用西装把他穿的，说把他牵的，要来户政事务所要办身份证，这样敢办得成？也是人模人样呢，好像有啊，有人口，有土地，有政府，有外交权，23个国家，即马存可能存20个啦哈。你的时阵，吼、哦，你还袂进化到国家，到你都用进化论来讲，啊，你都要一只狗，你还袂进化做人类，所以你袂将申请身份证，袂将加入联合国，哈、哦，用安尼做比例。我来，啊，一个已经死啊，啊，一个还袂出世，安尼要安怎入去联合国？哦，好，哇，时间到啊，好啊，无先，我就讲到这，感谢大家。
谢谢以后机会再去补充哦，多谢。请起立。今日，请坐。休困。